杀师傅，就是进大，这师傅强奸阿宝，杀死你好朋友，都是他。练武的目的只是为了防身健身，不可以实际凌人，一定要忍。我师傅是被人害死的，人。师傅，我早就知道。 我又没有逼着你跟我一块去报仇，全靠我自己。报仇啊！报仇啊！他会借力卸力的法子，那正是太极拳的精要。太极拳有什么了不起？今天我要血债血还。还不肯动手？